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又跟糖糖姐姐见面喽。看，今天雪儿也来了。嗨，雪儿。嘿，糖糖姐姐，雪儿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呀？都是些积木的小拼装块。对呀对呀，今天就是想和小朋友们一起拼积木。哇，那我们一起来拼积木吧。那雪儿，你知道会拼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了。那我们来拼拼看。首先呢，需要拿一个这种，它是底部。我们来找一找，哪一个和它能按得上呢？你来看一看，它们是不是一样的？哦，好像是可以的。不一样，这个安不上。再换一个。哦，他们是正好的，可以安得上。那这上面就要找一个更大的圈了。看，又拼好了一个。再往上，我们需要找什么样的呢？它可以吗？这个不可以。那我来换一个。绿色的安上了，上面一层紫色的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试试这个。哦，太大了。这个紫色的呢也安不上。黄色的这个小的正好，它现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，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一个顶了。哇，原来是一个彩色的储蓄罐。我们拼好了一个喽，现在把它放到这里。这个底好像不太一样，它能拼出来其他的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上面我们先找一个给它安一安，这个太大了。这个呢，这个也太大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会不会是它呢？我们来按着试试吧。哎，要对好。这不是底，它是一个顶。那接下来我要按哪一个呢？看看这个红色的，不对，紫色的这个。我们把这个小孔对好。按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会是它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也是很大的。会是这个吗？也不是。我们来找一找。找到了，是这个。把它插上。我怎么觉得这一个像葫芦呢？它拼完会是个葫芦吗？看看，里边是这个样子的。下面我们再来拼，试一试，是不是它？对了，那我们最后找一个底，用这个红色的底，有点大，那就是这个蓝色的底。看，宝葫芦安好了。那宝葫芦的底下是一个储蓄罐，我们把宝葫芦放好吧。有没有发现它站不住啊？雪儿，它是这个样子的吗？
不是，糖糖姐姐你弄错了。是吗？那我赶快把它拆下来。那我这里应该放哪一个呀？是这个吗？来试一试。哦，是可以按得上的。那下边呢？放这个吗？哦，这样就放上了。那最后一个会拼成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这里不对。好，拼上了。这里也不对，它会是这个吗？好，这也拼上了。这个不对了。是把它安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安这个红色的。好，红色的安好呢，黄色的最后把小盖子盖上。好啦，我们的拼装玩具今天就拼完了，拼了两个蛋和一个宝葫芦。雪儿，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玩的玩具。不客气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跟雪儿说再见吧。再见。跟糖糖姐姐也要说再见哦。我们今天的小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